大家好，我到现场从业于胜利一对国服中学，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有担任过吹奏，我有吹奏乐器的专场，然后也是那个乐器的首席。然后在高中方面，我加什么物理方面的，就是喜欢物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常常看着天空，然后会想说天空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常喜欢研读报纸，就是看看社论，然后看什么新的发明，然后或是大家对什么政治的批判，或是科学的特别重要的理论。然后还有平常喜欢听音乐，然后打打网球。然后除了物理之外呢，化学也挺有兴趣的。所以希望以后能在这个戏里面灯光，谢谢大家。